剩下无情病夫，这仗不能再当了，再当只怕都是送死了。范大夫，如果生存在世，想必死好不娘，总算死好不娘，也有见四凤生之路。见四凤生，那父子婿列兵我国，事业不明越国，绝不办事。父王父差得意自己，正有夜看我有外扩，庆幸吴国他在不平曾有私心，只怕月月子宫岂被吴子胥算计，自己再造没有脸做事听。凡你送去金银珠宝，苦苦哀求，表明曾无私心，他得为我寻吴王他怎样？倒是可以随兵，这是他要我们答应三丈调情。哪三招？第一，越国师太臣服于吴邦，亲近在问，只愿吴国争霸天下，我要送上越国美女，配配吴王复查。第二，是什么？这第二，他要大王与王儿亲到姑苏，身为囚奴，四翁复查。什么？要我的努力。万大夫，这第三招呢？这第三招嘛，大王，万记得当年吴王阖闾进攻我国，冯康元帅自设计大把伏兵，阖闾中箭，阖闾为国身亡，吴国愿弃他杀。复查记恨杀无罪，杀到杀要吴国水兵，是非大王亲率献上冯康。越过虽然杀下，将从未有过神若退身埋于囚用的胆小慈悲。他无必要告诉父差，
越国自有尊师之命，没有求衅自居云。有人是故亲生死，你学官丹成好爱，勾践沙场谁算太爱，是人的事也懦夫。什么？你是个懦夫。身为一国之君，你去世了，留下一国臣民，恰将死后啊。路你走起了，我们还有什么退路？哇，不是还有眼前三个条件吗？三个条件，要我出席投降，必死还难服从。这，大王，四晋国家危难百分，不是要你出席投降，是为国守住安土长远呐、啊。你慷慨一世。Thank you.
去不离家色提拔君王成就走起令他越尊其次红生一线金去为一国去一次去为一国去一孟康送上头颅，这又有何难？大王，今天的有功，身为君臣，你是父父有意，还是我有意？是，不过刹那之事，既痛快又全民间，百姓们都要举起大拇指。这我。步步惊人，甚至外需宽死心贵，不过更是千难万险呐！大王，我老了，再也不能帮你了。你还年轻，只好把这千金之重压在你的身上，我就替越国的百姓谢谢你了。无论如何，要我下去，只要我下去，越国就还有希望啦！大王。他为了幸福，你们要告诉他，弟弟是为了越国而死，他一定要为母亲报仇，为越国献寒呐！老元帅，呀呀！
有郭夫人，今我们挑山养马都三年了，走起路来丸子这样扭扭捏捏，真好笑啊！看，赶紧替吾王杀山养马，像个孩子一样侍奉吾王，真是个听话的奴隶呀！天下闻
君王臣去thank you。
三年，你真的变了，从一个神心年少的君王变成了有心机的奴臣。没有心机，我们怎么能为家？为家？对，为家，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为家。三年前，你是一定要带我来姑苏。对，三年后，我一定带你回越国。大王。你怎么了，大王？明日府上要的有个美女送到了，是哪家姑娘？是，到底是谁？大王，是西施。西施，杀呀欺负的美女，你的未婚妻。哎呀，范大夫，你怎么将心爱的妻子去交接父差？大王啊，只因三年前薛宁的二十名女子随同大王到府，他不会是梦见就有死人生死。父差有必要美女，杀不才一种他子女，大王为国苦不自禁。万一是心思的薛爷只好求于西施，为了越国。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法力，我的好兄弟，大王，你的夫差声音年轻，个个是成同饮西施，大王外需省内也是侍奉左右，咋是这些贤妹回国的计谋呀？为了范大夫的神作为仇，西施姑娘的杀身，欠他的苦我能吃，替他的仇我也能承，我一定抓住这犯过之计。顺请这姑苏城到姑苏台观礼。绝世的有个美女要送到大王身边，真是烟火无边。只为侍臣有个本事专派治国，大王心胸宽广，不但没有杀他们的国君灭他们的国家，反而是吴越一家又名为知名一拜，有个子人无不归恩配得，有个子女一听大王宣召，更是争先恐后，积累四方。大王为民，天下尽知。今日迎接有个美女西施，上勾践垂赐赐梦，他们早在下面等候。美女来迟，要他们跪下迎
见。有礼有礼，西施是逃亡的爱妃，感情乃代罪之臣。臣下迎爱妃，天经地义，天经地义呀！相依，孤勇相依。
岂能去寻他离开一旁从今来到武功陪伴寡人不好吗？不不不不，西施所以心痛自己故而、来来来来来来，只要你陪伴寡人，一定会心情欢畅的。对对对对，与大王相爱，保你心情痊愈。西施到来，这几个人恰好之行，他待在吴国已满三年了。各位，快回上来。回越国，可是外有儿媳。不亏他这用样，能与儿媳啊！小小的王国君王能在姑苏杀杀养马，大王对你已是恩德浩荡了。你那穷国，恐怕万找不成马养你。万不是终身为吴王牵马在等，包有恩情。吴王生平，你可才是像亲生儿子一样尽孝。要不说就像我一样，终身侍奉大王。皇国之君何快应跪，老死一用一跪得终身啊，一跪得终身啊。朝生时间此心
出去生。留在姑苏是心悦诚服，这是大王志在天下，感觉委屈是要心情用国财力相助大王成就八族之业。还有一件，感觉委屈要为大王信解父王的，到时等大王开选之际，在归基山定睛封疆塔里去不可还在。怎么，你为国是为我建造武王的，为我庆功？少爷，这是各界委屈第一要做的大事，到时他往领着西施行事府王台是何等的欢畅啊。哎，快，西施笑了，没人笑啊。好一个有心意的各界，计算是此，寡人命你即刻委屈。命你即刻回去，万不行啊！谢他啊我！越过京城，慢走。将军，只可让他们走的。老将军，今天是大王高兴的日子，迎来了美人西施，理应一同庆贺。西施，你西施放勾钱，好一个连环计策！大王，西施不能来，更见防不能。吴将军。你又来了，于是怕我荒废朝政，趁你救死，这样的话我听得太熟了。大王，我知道你的好心，可我是谁？建功立业无所畏惧的英武君王，我知道我要什么。是啊是啊，大王贵爱贵恨，是个好君王呐，是个好君王呐。大王，越要建功立业，越需金银银饰，这勾钱可是心腹大患呐。哈，心腹大患？老将军，你也太抬举他了。十小之邦，亡国之君，我就是借他十个胆子。他官放还抗分，勾结不过，勾结不过。难道寡人真的不懂养父为官的道理？可你真知勾结真是个窝囊废，寡人连壮派治国的君王都不杀，还放他为屈，你是天下谁人不服？谁死了？越过千金所欲，为我所用，他拿什么来抵抗我强大的武国女？大王一命，老将军，这种为君之道，你是不懂的。你，叶宝，我尚有根气，才是老将军。君臣吧，越国的百姓太苦了。大王，放了国王，越国的百姓过年一定饿的。啊，西施，快快快！
话，陈大人在虚国团已经用尽何根源？不相公，你好狠的心肠！你身为楚臣，杀掉楚王，便是拷问我命鸳鸯。如今你却是亡命，虽无趁机的人都不放过。好吧，你来呀！夫妻无过三年春，自从他王爷偏心，君子须谨才公平，天下之人将此冷。来来来，我请愿进求一死，快一快将军的威仪，有人的死真。下令，勾践，你回过去吧。大王，我一意就不用动言。是大王。慢，岳父神留下。你夫妻今日要纵孤王，与我分彼此。岳父神求罪无过，被夜半戏死。等孤王把你拯救，国立吾王的自己，只是让你们夫妻团聚。大王，谢大王，我愿留下。
本宫里从官难。请都到了，大王今日总算回来了，也算是我们越国的喜事啊！我喜什么？三年前他非要投降，王八疯狂用双的头都献出去了，真是好了我们越国百姓的心啊！三年来，土地也荒了，我店也破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嘛。也都被吴兵抢走了，哎，这还有天灾，穷困没我计，越国怎么办呢？再苦再穷不可怕，只要越国神心还原本土，只怕，哎，只怕未来的君王还是先把你扶摇吧。怎么讲？听不起来呀。Thank you.
王，你回来了，大王，你回来了。老舅，我想死你了，越想一起三岁，第一心已在，心已在，范大夫，这三年你们太难了。大王，咱不想我有个快到绝境了。大王，难道有过真的没有希望了吗？大王啊，我老太婆眼泪都快要流过了啊。大王，大王，好吧，好吧，大王，好哭的救我。贵姐，你觉得救苦？有个百姓没有饭吃，就吃荠菜饼子，苦不苦？水井被五饼点平了，只好喝苦井水，苦不苦？可是我们的大王，你
吴国，亲近越国少爷去讨好吴国，是你送西施姐姐到吴国去西门视察，你真是个亡国之君！骂他，骂得好！你辜负了越国百姓千种期盼万种希望，不是发愤不是名声，是敌国为求你背身去奉敌，就奠定君王之礼，丧尽百姓之心，你却暗自说数，我真恨不得替百姓报仇。那呀慢，看你这样子死小孩伤我哦，哼！越国百姓等来等去，等到的还是一个冤骨头。我要替爹爹报仇，替越国百姓命冤。你爹爹是谁？翁康。翁康，老翁，他就是越女。好啊，虎将生虎女，越女。你葬他了，困境啊！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死的好，你不怕死？一定身为我是个贪生怕死的窝囊废，难道不死？姑娘，你错怪大王了。王若这样的求荣，未定是越国的福星啊！大王，范大夫，你还记得冯康元帅领四县的话吗？记得，记得。他捐去四十千文力，今天的越国，是事用意，还是我在用意？他要你。好好我在从这有过呀，为国捐躯，我知道越国很多百姓都在冤根井马根井，我自己也在用，也在骂。袁世基年少懈怠，是越国先造反国之贼。马世基身为越国之君，却不能使百姓安泰。这最后，谁不是勾结有意引来，却也有无心之争？当然，我轻轻的一死。勾结解脱了，越国也完了。姑娘，你说我到底是怕死还是怕活？看着祖国坐标受将毁于一旦，慷慨之民热血百姓就将延伸成路，心才弟兄，我不能死，我要我天大的苦，天大的送我冤沉罪，为了复国这一线生机，我甚至从明天往瀑布艰难十日村上西施送我神困亲王爱妻分别无力相帮，万心痛苦难当，可不能死我吧，还有自己的子民怨你好你骂你笑你，我是哑口无言寸断官场。姑娘，你说我到底是怕死还是怕活呀？有女
回归陈娇英，弟子从头去奉行，纵错文官武，心情坚定，不去的绝尘空。传授于我，此剑非一般宝剑能比，谁能锻造出来，定能使我军披剑之才，强人有力。好，玉女，你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呀！大王，此日也想要我国天下的吃惊，这领兵断剑，你可好？有力，我们正好以。今朝父王德为借口，我小弟到悄悄遁进，借机练兵。好，这是眼下最为艰难，百姓们是何生心呀？大王，只要你有发疯之意，我们再苦也不怕。对，这却也太苦过，所以苦。速通更取，以后呢？铁矿坑底，没有牛，有牛的啦；没有力，勇士跑。问他安抚。从今往后，越国百姓暖造群，雨造家，早生孩子，让越国生定喜迎我。好。大王，越国有希望了，请引此举。越国不翻盘为胜，苟且绝不隐居，苟且蒙死。
行账单，发愤图强。此将不信，不信越过。你怎么躲着
父王赐他。父神，事情紧急，我问题来报应父神。怎么？难道是有过父神啊？这双剑在起风雨，我国家难以管理。儿女面前白发烟，杀死不草。怎不可劝解？怎能负他将心比？怎么一回事？有女是谁？有女是父亲尚未催生冯唐的女儿，她在鬼计山上练剑，被吴国土山发现，便杀死了多少千里。小小的女，父亲与这山劝解父亲，也是与我上下有父亲之心。在心中举起三大兵，前往对剑。父子婿所的，他扬言谁娘怎么样？要这样一个大王心思，那你可知大王他作何打算？我也只为此出计呀，大王没有防备。即便强力领兵，只怕也不是强大的吴国对手。这便是何时好啊？父神，你看，这是吴国将领参与的通义要派，只有请父神假装改扮深夜进城，闹心官位越过，将眼前危机告于他我，请大王早做准备。夫差发言，那你夫差今日忙于出征，听说不会发言，该是我那王蒙骗过去，也就是了。不，夫人，这越国的安危，就拜托夫人即刻启程，定能滚在夫差踏军之前。好妹妹，你真为有功，力量大功了。夫人，心思不为别人，只为你自己的家用。夫人，你是见到范蠡大夫君父西施的心，却记他死告死。
层层阴霾，匆匆听，昏昏一去，便生人惊心，
为君贼，只能把。
请到会集团聚集，啥子你？
毛混出准备将兵，怕只怕少来人多，心烦分。富贵他最得瑟，父子兄率领十万再见，富川率领十万撤退。为什么他去？几日出兵，就在我的身后，好到而来。阿里大王，如果是有内兵过来，怎得二十万大军？咱们不能心酸成真呐！不能成真呐！天哪，半夜了，这刺中完没有射中，这骨头架后究竟要到何时才能保啊？大王，这刺中把你都射了，再射几年又有何妨？殿下。唱出定来，这是从头发成，你还能等到有一个半年吗？大王，大王，传令于我。将军，对，你忘了是谁呀？马子忠，我心脏胆子苦，如果再也经不起这的压制，怎难了啊？我这是眼下所面对这二十万大军，所应付杀死督察之军呢？大王，为今之计，只有让玉女去面见父差。这是我为了报杀父之仇，用四日连剑，又杀死了五国督察。与大王毫无关系。玉女，你此去必死无疑，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大王，难道你忘了身无灵师之前，死亦甚难的遗训吗？大王。Thank you.
且门子许女一片心愿，许月过一个平安，漫漫长路不尽，千辛万苦自不后悔。有女白平。只为生命一般，哪管有丝毫意趣？你看，为了迎接寡人，连城墙都拆掉了。再看这个狗钱，就是见他杀过胆子，他也不管杀生不死。更何况玉女身材我发，这事情嘛，就算了。大王一命，大王。不如红都爷，狗钱，你与我举起马鞭，且挂上那牵马随跟。好，我来与你牵马。万死冤过的。笑吧，姑娘，生意宽在笑道这一回。
勋两衣裙结，与夫差反目。伍子胥十分胜负，领师一座将头颅挂在姑苏城门，他要青年可以人杀进姑苏。禀大王，夫差远离姑苏，回蒙天下去了。天助我也，此事啊我。三年终于反败为胜，包围姑苏，夫差绝望自杀，吴国灭亡。越携灭吴的余威渡淮北上，与诸侯会盟，成就了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父亲，父亲，父亲。
来。